各位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么我听说呢，在媒体上看到这次我们马来西亚，发生了水灾，这是天灾。那我希望所有我们马来西亚的人呢，都能够大家，这个每个人都要振作起来。虽然当然这是天灾，那如果我们没有受到灾害的这些人，我们能帮助他们就帮助他们，有钱就出钱，有力就出力。我在这里要衷心的祝福这些灾民受难的人，这个每个人呢能够赶快早日恢复他们正常的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佳薇。这一次呢，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参与，但是请大家记得在 Juru Auto City 群星公益慈善义演，请大家踊跃参与。Hello， 各位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锦绣二重唱的锦文。因为天灾不断，所以造成许多朋友的家园受损。邀请您一起来做公益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11月19号。槟城柔府汽车城有许多的艺人为您演唱，免费入场哦，所以请各位朋友一起来做公益。大家好，我是煽风点火大仙余立成。这次马来西亚的槟城因为有连日的狂风暴雨所带来的水患，在当地造成非常大的伤害，所以呢，11月19号晚上8点，在槟城的柔府汽车城，我们要举办募款晚会，请大家能够共襄盛举。这一次的募款呢，希望可以让所有的消防搜救人员能够有更先进、更好的器材来进行搜救，让这些伤害能够减到最低。当然，也要让所有的受灾的朋友们能够赶快的度过这次难关。大家在这边虔诚的祈祷，一切能够平安顺利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。我是来自台湾的徐哲伟，这次槟城的风灾非常严重，在这边要表达我最诚挚的关心，更要呼吁大家11月19号晚上7点来到槟城的柔府汽车城参与群星慈善义演，我们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一起为槟城受灾的灾户们加油。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台视8点档加油美玲的演员闪亮亮。马来西亚因为连日的豪雨酿成天灾，造成许多灾民急需援救，目前急需募款购买许多的救生艇、引擎，还有许多的救援物资来帮助他们。我们将在11月19号晚上8点，在槟城柔府汽车城举办群星公益慈善义演演唱会，希望大家可以共襄盛举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马来西亚我们一起加油。 Hello， 各位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威良。我知道现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刚发生了很严重的水灾，对，那我也在这边呼吁，希望大家能够集合自己的爱心，然后用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尽可能的帮助到这些受灾的朋友。那也很遗憾的，我没有办法到马来西亚亲自为大家加油，但我也会在这边为大家祝福，希望大家能够早日脱离险境，那也希望这次的水灾能够伤害降到最低，那一定要坚强下去，加油。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女儿服饰的 Amy 叶廷珍。这次严重的天灾席卷我们的马来西亚，拆散了我们许多的家庭，我们要一起努力加油，重建我们的家园。在11月19号的晚上，在槟城柔府汽车城有一场巨星慈善义演，这边不收门票，但是希望大家一起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一起重建家园，加油。